这可不是个鞋垫子，这叫吸盘鱼，常常吸附在鲨鱼和鲸鱼上面。这什么情况？巨堆跳舞吗？好多的金钱螺，太壮观了吧！来来来，表演个才艺啊！开始了，不见了啊！又来个奇怪的玩意儿啊！仔细看一下，这应该是个墨鱼的软骨，把它磨成粉啊，可以用来止血。这条鱼也是很少见的，我也不知道它的学名。这嘴巴太长了，有点丑啊！不要了，这家伙怎么自己跑出来了呢？封上门了，身上麻麻赖赖的。赤甲红一只，这可不是个木棍啊，也是一种海鲜，跟海老鼠有点像啊，但是有点像蚯蚓。发现一朵白色的花，这是一只水母啊，散架了，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小八哥看到了吧，搁这儿一动不动的，以为我发现不了你啊。来吧，嚯，还在吃石头呢。这条大鱼搁浅了，趴在石头上面，应该是不行了啊，也不知道什么鱼啊，一会儿把它埋了吧。